主人，时辰到了。你的夫君就站在你的眼前，难道你的心里还有其他人吗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背着我都做了些什么。好好的性质全让你给我扫了，把夫人给我看好了，好生看着，没我的命令谁都不许放他出来。夫人，随你回房歇息吧。怎么是你？这个时辰不是应该？怎么，你觉得我来得太早了？谁说洞房花烛夜就一定要在晚上？夫君既然来了，不如喝了这杯合卺酒吧。杀了他，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为什么非杀他不可？除非他死了，只有他死了，我们才能摆脱龙家的控制。喝了这杯合卺酒，你就是真正的夫妻了。你可千万要记住，绝对不能背叛我。人憔悴，潇洒烟雨中，今生已不再。我真的不能，不能杀了你。所以这一切就由我来了解。亲呀，潇洒烟雨中，今生已不再。